另外一颗。 就是爬后面那一个，昨天把爬后面那一个，在这上面，那个山坡吧。他好像昨天才上去参加的。那你跟他去吗？
关系。相对不行。晕了。因为它出来的更早。哦。原本都九月马来貘宝宝出生，然后今年五六月还会有金刚宝宝，然后七八月还会有马来貘宝宝。马来貘宝宝如果你要看没变色，就要等，要它出生后两个月左右，可以看到没变还没变色的马来貘。哦，两个月就对了。对，两个到三个月之间就会开始变色。我也换第二颗。你们这里会这么好？对啊。突然表演真好。那到位人家是这么认的。然后现在长颈鹿还一个多月的长颈鹿宝宝。真的？那棒哦。那等一下，如果你们想看长颈鹿宝宝，可以去那个。淘宝。看长颈鹿宝宝一个多月，很可爱。真的，长颈鹿就可爱。妈妈的一份高。真的。嗯。叫麦雅。妈妈去看她昨天早上的那个。妈妈在验收住着那棵树啊。你的啊，你看看我们家。